我们进入第二阶段哈。第二个阶段关系到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怎样去写那个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哈？之前只是用而已，对不对？啊，第一个 determine 的你一定要，如果有两个 point 给你，你应该要做什么东西？你找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或者给你一个有给一点给你，然后一个 point， 那你要怎样做 ？OK？ A straight line pass through two points. OK? Under the straight line, when the gradient and the point is given. And you are going to find out the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that passes through to a point and is parallel to another straight line. OK? Parallel to the straight line you just learned just now. OK? 意思说你要知道如果给你一个斜度跟一个 point 一个点啊一个坐标哈啊一个点的坐标，那么你怎样变成一个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哈啊，然后你经过两个点或者是说经过一个点，但是呢它是跟另外一条线是并行的哈。那么当然你要知道怎样去做哈 ，determine the equation straight line with gradient pass through。OK，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 success criteria， 就是我们要知道怎样。OK， 有三个情形，第一个情形呢，如果给你是解度，或者跟那个一个坐标啊，你怎样去。走它的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OK， 或者经过两个点，或者一个点，但是经过那条线啊，是另外三个哈，三个情形你要明白，我给你一个 idea 一下哈，第一个情形呢，给你一个gradient。OK， 一个gradient哈，gradient是可能给你一个gradient是 m 多好哈。OK， 如果是怎么，如果是给你两个点哈，它的怎样走 equation straight line？ OK， 如果两个点啊，假如说两个点哈 ，OK， 我们去弄一下两个点哈，一个点在这边 ，OK， 一个点在这里，一个点在这里。OK， 当然你要找它给点咯，对不对？两个点嘛，给点找到了，给点是什么？2:3， 2/3，它给点是2/3哈。然后它的 y-intercept 是什么？0啊，你直接可以找出它 equation， 我们就可以找到 equation， 怎样的找到啊？第一个你要做什么呢？啊，当然你要找它给点咯。2到这边啊，这个是2吗？对不对？到这边多少？3，那么你就知道它的gradient是多少咯。OK， 2:3 ，OK， 2:3就是1/3，对不对？1/3，那么它gradient是多少嘞？gradient是多少嘞？啊，你就知道怎样去做它哦。OK。怎样做？就是说 y equal to 等于多少？已经说我已经讲了2/3吗 ？OK， 2/3 ，OK， 然后 x plus c 是0哈，因为经过 origin 吗？经过原点吗？等于0加0都不用了咯，就是这样而已，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 equation 啊，这个 equation for straight line。如果是说这个 ，OK， 如果说哈，如果这个 point 哈移上去，我怎样移？我移不到哈，我移到这样，它不一样的咯。如果移到这样，也不一样的哈。这个一定要90度啊，那不能够移哈，它只能够移这边而已哈。OK。所以说有点不能够，我要 delete 它这个 ，OK， 我 delete 它了。一样的，如果这样的话，怎样呢？也是找它gradient，
那这边到这边，然后到这边，它的给点是什么？也是二分之三，但是它经过 y intercept 是2，OK？那么你怎样 equation 要怎样找呢？那么你要改咯，变成什么 equation？啊，equation 是另外一个 equation，刚才是那样哈，现在 equation 是 y，哎，sorry，y 等于多少？fraction，OK，、okay, 这个有点不一样哈，你们头晕掉对不对？你们不够聪明，不能够了啦，现在经过二吗？OK，y 你的 c 是二吗？写二啦，这个是新的啦，这个新的啦，这个就不是啊，刚才那个是这个啦，这个是OK，这个是另外一个了，这个是另外一个了，这个 equation 的咯。那么今天就学这个东西，如果怎样去哈，最主要是说用那个 formula y equal to mx plus c，会明白吗？y equal to mx plus c 当做它的方程，OK，当做它的方程，OK。